兄弟们还记得上一期 KZ 卡丁车连杀了三员猛将吗？不，他杀掉 GT3S， 但是 GT3S 杀掉了 F8 跟 RS6， 就约等于这个卡丁车连胜了三辆车。这一期他会遇到什么样强悍的对手？不要眨眼睛。KZ 卡丁车对战 R8 GT3 赛车，这一把有看头了啊！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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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。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条专业的直线加速赛车场，千万不要模仿。他能看到我吗 ？OK 吗？三、二、一。兄弟们，我表示我看得不过瘾，因为R8刚刚断油了，咱们再来一遍。废话不多说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这把 GT3 没丢人，起步起好了，它确实是比 KZ 卡丁车还快。这两者全部都是把推重比以及底盘以及操控做到极限的车子，差距就出来了。果然 GT3 还是 GT3 啊，兄弟。对于我这台车来说，如果要跑这个，我得花十笔。十笔，你后段确实比我快很多，后段太强了。下次要跟我比卡丁车的话，我跟你比0-60。KZ 卡丁车斩下了三台超跑以后，输给了一台 GT3， 不辱使命，但是还没有安全的。